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民调，民众最不满意的部会首长，您是第六位。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网络调查，您也是国安国防团队里面负面声量最高的，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，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当中国在欺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立法委员是补进来踢一脚。谁是补进来踢脚的立法委员呢？这个部分就由委员自己去想。那你不能讲说立法委员踢了一脚又不告诉我们是谁啊？有。那是谁呢？那有。谁啊？我已经说了有。是谁啊？就有啊。说出他们的名字。你可以去告我，藐视国会。如果通过会告，但是赶快去告，你应该要让是因为我一个一个点委员吗？我想委员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视国会。是陈冠廷委员吗？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。是马文君委员吗？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。是徐巧芯委员吗？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。是陈永康委员吗？赶快去告我藐视国会。好，我最后要告诉您，你就应该要负责任的把名字讲出来，否则这就是对全体立法委员的不尊重。所以你可以去告我藐视国会。谢谢，会的，以后会通过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